刚才看了，它可以直接那个什么的，它可以直接那个直接穿过地形的。应该是它指标移得到的地方吧。而且我躲在那个柱。我靠啊！他用那个枪打到我。其实是伺服器那个啦，因为毕竟我们有时候探出来会延迟个大概快一秒，然后我们探出来回来。我去，这个。啊，毕竟它伤害很高，所以你可能探出来一下就会死了。他射速估计调成每秒10000发的那种。我靠，穿墙啊！真的穿墙，我子弹是从墙壁射过来的。对呀、啊。瞬移呀、啊！